我，朱三才，郭川，还有几位老码头、老技术人员参加。我再重申一遍啊，防汛无小事，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疏忽而铸成终身的遗憾。我希望大家打起12分精神来，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明白了。 老秦啊，难道说这今年的汛情比98年还严重吗？这搞这么大阵势，不是劳民伤财吗？省里的万省长都亲自挂帅了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这也轮不到你愁眉苦脸啊。港务局这边有肖明顶着，江河呢是集团一把手，就算真的水漫金山了，那也是他们俩的事儿。是啊。 连我这个即将退居二线的人，还要撑着这么一口气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你这话说的有点太悲观了吧？老秦啊，我刚才没别的意思啊。江河呢，处理一下这个沉船事件呢，修复一下跟崖山煤矿的关系啊，这是内行。可要说起防汛工作来，他可差老鼻子了。 还得你坐镇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像东江港这么大的内河码头防汛工作，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一环套一环啊。江河哪懂这些？哼！大水当前，别的我倒不担心，煤码头的防洪堤，我倒真是放心不下。没事儿吧？ 这防洪堤都多少年了？要是有问题不早出事儿啊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今年不比寻常。煤码头的防洪堤是孟建荣建的，哎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当年是你做的后勤保障吧？啊，对呀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去找他好好谈一谈。 如果真有什么隐患，赶紧想办法解决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影响了整个东江港，甚至更大范围的损失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找他。 情况嘛，就是这样。 同志们，刚才王总把几个重点防护地段都说清楚了。看来，越是下游，风险越大呀。东江港的江河同志，哦，到。你们煤码头身后溪口大堤上的那个运煤通道，有多宽呀？8米7。 各矿山通过东江港中转煤炭，不是都要经过这个通道进港啊？对。说这个通道是他们东江港的生命线也不为过啊。可它也是大堤上撕开的一道口子啊。俗话说，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，那可是一个近10米的大缺口啊。成不成长，王总？ 这防洪大堤溪口段啊，距离那个江边还有上千米的距离。10年前我们扩建煤码头的时候呢，专门花了重金，在这个煤码头打造了一道防洪堤。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再大的潮汛都没有漫过那道防洪堤。你今天没戴耳朵吗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，今年的汛情不同以往，你还想心存侥幸，必要的时候。 你要把那个缺口给我堵上，堵上。省长，你这不要我命吗？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程省长，这个运煤通道一旦被堵上，我们东江港的生产可要瘫痪半年啊！江河呀，江河，你就只看到你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这抗洪救灾最重要的就是确保。
电力的供应。我们东江港的煤码头在沿江地区中转量是最大的，如果矿山里的煤运不出来，这个电厂没有煤发电，这对华东地区的经济损失可就更难以估量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我只告诉你一点，必要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口子给我堵上。一旦长江水涨低决，包括省会在内的上千万人口就将受灾，几十个县市都将沦为一片泽国。如果这种情况发生，我们都将沦为历史的罪人。别说是要你的命，就是枪毙你十回也不为过。听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亲，我在回来路上呢，形势严峻啊，我们西口大坝见吧。你把沈一威也叫上。刚才江河在会上的态度你怎么看？这小子心里不服气，可真到了抗洪的关键时刻，容不得他不来。我现在跟你说清楚，必要的时候要敢于给他上套子。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江河胆子大，我还真担心他到时候犯浑。非常时期稍有不慎，你我都担待不起，千万马虎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今年不比平常，煤码头是防洪堤是孟建荣建的。哎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当年是你做的后勤保障。请进，朱总。哎，你找我，好吧，请坐。哎，哎，孟总红光满面，心情不错呀。嗨，这不头两天在滨海发了笔小财吗？啊，小财啊。哎，这个呢，那一点小意思，不必笑纳。孟总发财，我就别跟着沾光了啊！嗨，啊，现在这种形势，谁还敢抽这个呀？我得多干几年了。说正事啊，约你来呢是老秦的意思，就是煤码头防洪堤的事儿。如果遇到特大洪水，能不能挺过去？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哎，怎么想起问这个来？今年的汛情可不比往年啊，有人预测可能会达到98年的洪灾级别。啊，省里这两天连续召开抗洪会议，东江港是重点防汛单位，省市领导点名让一把手参加会议，不能派代表出席，你说这事儿得多严重啊？啊，哎，朱总，这道大堤要是有问题，这都十多年了，那不早出事儿了？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是最好了。我跟老秦也这么说。啊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劝你啊，你还是派技术人员仔细的查一查，如果有问题赶紧解决，千万别掉以轻心。啊，行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布置一下。啊，哎，老孟。行，没必要。我先回去了。好，那不送了啊。哎，
江总，来了。江总，怎么样？省里有什么指示吗？会议传达了国家防洪总的指示。长江一旦发生了重大洪水，长江中游的晋江大堤和我们这段的西口大堤，就要成为重要的保护对象。省方总已经明确指示，洪水一旦漫过美码头的防洪地的警戒线，就要立刻封堵西口大坝玉梅通道。 这封堵玉梅通道没码头不就完了吗？是啊，可如果洪水形势严峻，我们也只能这样啊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洪水漫过没码头的防洪堤啊！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得守住没码头的防洪堤。老秦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陈总不用吓唬自己，封堵玉梅通道只是最后关头万不得已的做法。老话说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 咱们花重金在美码头上建的这个防洪堤，可不是白事啊！老秦，你是老码头了，这几十年什么样的事情没见过？这经验肯定比我们一杯要多。我想请您主抓防汛工作，我们成立一个防汛指挥所，我任总指挥，是第一责任人，你任常务副总指挥，主抓具体工作，你看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 眼下当务之急的是督促省防总来调拨防洪物资，主要有麻袋、砂石、水泥防空桩，还有打桩机、钢筋篓、救生衣、雨衣、强力手电等等。我让设备处计算一下，马上报给省防总。一位，有老码头在，您一条命啊，就留着吧。呵呵呵，江总啊。 要想保住沈总的命，还得请一个人出山。哎呀，秦局长，我平时也不喝茶，您就将就点，热热嗓子。老卢啊，你退下来以后，我看你少了。老兄没有怪我吧？你说哪儿去了？你是大忙人。 这我这一把老骨头了，看不看无所谓。对了，我今天早上听他前情预报，说是东江中上游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已经突破了往年的同期最高纪录。弄不好今年恐怕会有一场大的洪水。咱们这个美码头刚刚有了点起色，要是被洪水给慢了，哎，又得三五年翻不了身啊。是啊。 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事儿。省里头已经明确向江总交代了，如果出现万不得已的情况，要坚决封堵玉梅通道。我这不是向你来讨招来了吗？哎呀，说讨招严重了。我看你今天来啊，心里头最没底的，不是封堵不封堵吧，而是真的洪水来了，是漫堤。 还是溃堤吧。孟建荣陈建的那个防洪堤真的管用吗？老卢啊，这美码头的防洪堤，它的重要性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当初呢，这工程造价确实是高了点，但是标准是在那儿的，20毫米双层的钢筋网。 砂石浇筑，而且还有市质量监督局的正式验收，大红章都盖在那儿呢。当时是，新华已经是在副市长的位置上了，他夸张的工程，你说这质量监督局能不给验收，能通不过吗？啊，再说了，孟建荣在质检局也没少下功夫。老兄啊，这可关乎到。 卢市长和我的清白声誉，可不好乱讲的。行，我就说孟建荣，你说要是你心里头没有猜疑，也不会大晚上的到我这儿来找我。当年负责工地保障供应的是朱三才，他一声令下，你说我们谁都进不了那工地的核心区。今天我在这撂句话。
如果这个工程百分之百有问题，恐怕屈了孟建荣。但我们也不能自欺欺人了，闹到最后真的不可收拾。那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你把孟建荣叫来，我带他去防洪堤上用冲击钻钻他一些窟窿，看看下面的钢筋是不是都是20毫米。 中间的间距是不是符合标准？所以您能不能达标？你看他敢不敢来？老卢啊，你要真这么做的话，恐怕不只是打我秦池一个人的脸啊。金局长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如果真的洪水来了，把大堤冲垮了，你说这个责任到最后谁来负？ 这样，老卢，我亲自去找孟建荣，让他给我交个底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如果他在工程上弄虚作假，咱们还有什么别的补救的办法没有？补救的方法当然有了，那就是加固啊，让孟建荣出点血。好，老卢啊。 如果在工程质量上出现什么问题，就按你说的去办。这个孟建荣要是敢在防洪堤上弄虚作假，我饶不了他。回来了，脸色怎么这么差啊？是吗？ 吃饭了吗？不吃了，再说喂口。妈，回来跟你说件事儿。从现在开始到汛期结束，我得搬到江北了。沈一伟已经在那边帮我找好宿舍了。这么急着走啊？这饭也没吃，脸色还这么差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可能有点低烧吧。吃药了吗？没事，一会儿回去吃点药啊。我这身体底子好，你放心吧。还底子好呢？ 你这急着走，这身边又没个人照顾你，我能不担心吗？妈，你知道我身边没人照顾，你还跑去跟卢倩闹，你那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啊？哈，原来你今天回来是兴师问罪的吧？这卢倩找你告状去了是不是？你都跑我单位去了，还用他告状？他现在已经跟我冷战了，这回你满意了？ 太好了，那你赶快跟薇薇把复婚手续办了。妈，我跟薇薇都离婚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还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呢？我今天明确的告诉你，就算我不跟卢倩在一起，我也不可能跟薇薇复婚了。过去就过去了，回不来了，你死了这条心。那你就不想想默默了？妈，默默是我的女儿。 是你的孙女，我跟丁薇薇富不复婚，这个事实都不会变。我们会永远爱她。至于孩子，我相信默默长大以后会明白的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快要回去收拾东西了。妈，你在这儿休息吧。薇薇啊，这几年江河操盘东江港，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，就连现在产生了上市的想法，心智之坚，行动力之强，让我这个老头子都得刮目相看。当年我们入驻威码头，就是拿到了进入资本市场的筹码。 东江港上市只能对我们有益无害，让江河折腾去吧。可是现在汛情这么紧急，他忙着防汛去了，上市的事儿恐怕要搁一段时间了。上市是个很复杂的过程，啊，必要的时候你应该帮帮他。
恐怕我又是一厢情愿吧，叔叔。那个伊娜最近进展有点缓慢，您说有没有必要去趟云南啊？这事儿先缓一缓啊，让伊娜呢以丁氏珠宝行的名义继续和黄老接洽。伊娜这一年多倒是跟黄老明里暗里做了不少生意，黄老对她倒也客气，就是。 说心里话啊，我觉得沈方总的决定有商榷的空间。这水位到达美码头防洪堤的警戒线时，为什么非要封堵西口大堤的运煤通道呢？这中间不还隔着1000多米的距离吗？是啊，这运煤通道要真的是封了，我们这没日没夜努力可全都白费了。行了，威子，你也先别着急了，在这洪峰来之前，我们先让这防洪堤发挥最大作用吧。我看啊。 还得找你大伯商量商量，再找水文专家过来看看，我们能做些什么。行。哎，江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这状态有点不对呀。你看你发烧了呀？没事。发烧了还来大堤上吹风，还嫌自己烧的不够是不是？我现在怎么说话呢？吃枪药了？沈方总打电话过来。 说根据长江中游和上游的降水量判断，长江发生全流域的特大洪水是不可避免了。省委省政府已经指示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沿江所有的单位都把工作重心放到防汛抗洪上来。你放心，防汛工作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慢。西口大堤后面的仓库都已经盖好了，这周以内，沈方总调拨的抗洪物资就能全部到位。江总。 你这身体状况这两天就别来江北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没事，我自己的情况我清楚啊。你要制定出应对多种情况的多种预案出来。我准备抽调精兵强将，组建一支突击队，让刘黑子当队长。嗯，刘黑子我放心。还有，还有什么呀？都病成这样了，真想等洪峰来之前自己先倒下呀。 那个，那什么，我去那个西口大堤后面的仓库看看去啊。你们俩先聊，刘倩，带江总去医院瞧瞧去。倩倩，我知道我妈去找你。谁要跟你说这事儿了？发着烧呢，来这吹风，就是想让我难受是吧？我没有啊。你就有。 行了，先去医院吧。秦局，秦局啊，这海涛可把我坑苦了。你少废话，你终于愿意来见我了，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？ 打电话也联系不上。不瞒您说，我死的心都有了，还哪有心思接电话呀？你先坐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跟海涛那些事情我不管啊，我就问你，
这个煤码头的防洪堤能不能扛住重大洪水啊？这煤码头的事儿，朱总不都问过了吗？您怎么又问呢？当初在签订城建合同的时候，你承诺，这个防洪堤在建成20年之内，如果出现重大汛情，由城建方出资进行全方位的维护，并对重点河段进行加固，以确保安全。 这个事儿你不会忘吧？忘不了，白纸黑字不都签着呢吗？您的意思我也明白。如果今年再出现跟98年相仿的洪汛，我抓住这个机会，组织一批施工队上去，在溪口码头和煤码头上来回巡视，能在省市两级那边加些印象分，对我今后包工程有利。那还废什么话呀？赶紧派一个施工队过来进行维护，这个事儿不能出任何纰漏。 我倒是想派施工队，可海涛这次坑苦我了，7000万呢，都打了水漂，那九眼天珠也玩砸了。我那么大摊子要支应着，下个月工人工资都发不出去，他哪有能力组织施工队上堤呀？你说什么呀？什么天珠？什么7000万？你是说海涛坑了你？他是这么回事儿。 38度6，扁桃体都化脓了，还不来医院？以后烧啥没人管你啊？这不已经来了吗？挂水啊，没商量。行，听你的。听医生的。听你们的。建荣啊，我是听明白了。 别着急啊，先喝口水。这事儿啊，我思前想后，除了海涛跟丁薇薇联手跟我做的局，那不做他想。我前脚刚拍的天珠，后脚香港那些收藏杂志就刊登出文章，说存世的九眼天珠只有一块，就镶嵌在西藏大昭寺佛像的配饰上。 市面上拍卖的那都是赝品，写这篇文章的人在收藏圈里极有分量，在网络上有一通转载，那掀起轩然大波。您说，我刚拍到手的手串，他怎么出手？这个事儿会不会是巧合呀？巧合？他们为什么要坑你啊？我都调查了，刊登文章这些杂志社，那都是丁氏集团控股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拍卖那天。 一直咬着我不放，那女的，那肯定也是他们安排好的托。秦局啊，我这7000万要是真打了水漂，那我公司真离破产不远了。您无论如何得帮我做主啊！甭管怎么说，让海涛先给我个说法。建荣啊，这钱如果真要是海涛拿了去，我一定给你主持这公道，把钱要回来，这个事儿不难。但是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让我怎么给你主持公道？ 他既然是赝品，你就应该找拍卖公司，让他们给你退货赔钱。人家拍卖公司根本就不认账，说杂志上登的只是一家之言，那根本不可能因为别人随便说句话你就给我退货吧？那就走法律程序，跟他们打官司。不瞒您说，这事儿出了之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打官司。可连我律师都说了，这个官司打起来难度极大。那就算能立案。 没个3年5载的也难见分晓，您说，这官司要打个3年5载的，我不顶都4级回了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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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荣啊，我想来想去，你跟海涛是没有利益关系的，他为什么要坑你啊？这没有道理啊。这事儿，我也想不明白，啊，要么。 他就上丁薇薇给利用了，反正这事儿跟他丁薇薇脱不了关系。丁薇薇。
海涛是怎么给你解释的？他说他爸这段时间病了，一直往北京跑，给我来了个避而不见，打电话也都是搪塞我。这海涛的爸爸的确身体不好，这个我可以保证，但是海涛应该不是在躲你。等他回来，我找他好好谈一谈。如果这个事儿真是海涛所为，我让他一定给你一个说法。 把你的损失尽量弥补回来，不过眼下当务之急的还是防汛。你就是有天大的困难，也要找一个施工队来进行维修。这个，我倒是有一支施工队在江北，离没码头不远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的确可以拉过来。但是，秦总啊，这防洪堤是重金打造的，那不是说冲垮就冲垮的，你甭担心。 建荣，不要把话说那么满。有人已经给我建议了，让我在你修的这个防护堤上，每隔10米钻一个深孔，下入钢筋，用高倍号的水泥进行灌注，给你这个防护堤再加固一遍。你回头给我算一算预算，少说也要1-2000万吧。出这个主意的人可太歹毒了，这是落井下石啊！要是真这么干了，那不是打我的脸。 是打您秦总的脸呢！你要是给力，他们谁敢打我的脸呢？我问你，你当初用的那个钢筋是20毫米粗的好钢筋吗？是啊。那水泥标号是多少？应该是500号吧。 先说，你要跟我说实话，这个时候你要再不跟我说实话，就没人帮得了你。秦总，是，也用了一些200号的水泥，还有一些小企业生产的高碳螺纹钢，不到1/4啊。 1000万吧，哎，那个嫂子陪侄子出国学习，我送的卡，你是从这里出的啊？你王八蛋，你自己想找死，你还拉上我呀？ 你听我跟你说啊，省防总有明确的指示，一旦洪水达到梅码头的防洪堤的警戒线，就要立即封堵溪口大堤的运煤通道。 以确保下游的县市的安危。这个有那么严重？哼，这么严重。这运煤通道江河自然是不想封的，我原本也不想封。如果江河一旦抗冰，这省里头不会让它留在东江港。但是你一次冲好，这运煤通道必须要封。梅码头的防洪堤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溃堤了，就会影响到它的身后的长江大堤的安危。 到时候你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，我也会受到牵连。这溪口运煤通道要是封了，那东江港1-2年也缓不来劲儿，江河脸上也难看呐。哼，1-2年，那1-2年以后呢？封命封堵虽然能让东江港暂时的一蹶不振，但是江河毫发无损呐。以他的势头和动机，八成被东山再起，到时候我们不是还是受制于人吗？ 江河这个人做事无情，得罪人那么多，他既然出来混，迟早得还。这点您放心啊，您消消，消消啊。先生啊，我现在脑子比较乱啊，情绪比较激动，也多包涵。但是事关重大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您说这话就见外了。 我明白，您都是为了我好，您放心啊，就算出了天大的事儿，叶兄弟我顶着，绝不连累您。嗯。
有你这句话，我也算没有看错人了。但是你听我说，如果你按我说的去做，你所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今儿玩儿话。 刨石护堤，这样就可以减轻洪水对于防洪堤的冲击，给你这工程加一个保险。不然的话，这洪水一旦冲破了防洪堤，你的那些钢筋啊、水泥啊，就露馅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就不是天灾，是人祸了。 明白吗？这堤脚抛石，加上护坎护岸，算下来怎么着得20万方的石料吧？我没那么多钱呢。这个我不管，你就是拆房子卖地，也要把这工程做了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港务局会出动船只和吊机配合你作业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把这笔钱先补上。可是。 卢叔，哎，卢叔，哎呀，你让我到这儿来，有事儿啊？卢叔，请您过来呢，就是有一些想法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等等，我猜猜啊，你是煤码头的总经理，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像98年那次大水冲了咱们煤码头的人，恐怕就是你了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卢叔，不光是我。 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但凡是为煤码头付出过的人，都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你看啊，这道子堤，它恰好啊，位于煤码头的防洪堤和西口运煤通道之间，长度、高度，包括两端的地势，我都反复的查看过了。卢叔，我有个设想，只要我们加固这道子堤，即便是洪水真的漫过了煤码头的防洪堤。 那么洪水想要冲破这道加固的子堤，还需要时间。我算过了，大概3-4个钟头吧。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，决定到底什么时候该封堵。如果真的能扛到最大洪峰过去了，那煤码头不就有希望保住了吗？我说，我这个想法可行吗？理论上可以，但必须还是要找专人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运算，才能拿出一套。 让省防总指挥部信得过的新方案来。还有，这件事儿，你跟江总商量过没有？你也听听他的意见，因为这事儿是明摆着跟省防总指挥部对着干的。我知道，他现在是东江港防汛抗洪的第一负责人，就算心里有这个想法，嘴上也不好明说。我倒是可以请一些捕快的水文专家过来，利用局里那台大型计算机，根据不同的洪峰流量进行模拟计算。 同时呢，也可以结合煤码头周围的水文地质情况，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封堵方案。我想，如果数据真实可信的话，沈防总也不会不考虑我们沿江单位的难处吧？也行，煤码头的防汛，你是负责人，先准备着。没错。 好。谢谢你啊。谢谢啊。多按会儿。 好点了，今天别过江了，回家休息吧。没事儿了，烧已经退了，刚才睡了一觉，现在精神多了。
种心一转，有种情绪在蔓延，有种天地宽，有种无声誓言。难得殊途，荆棘开路，日夜兼程中的坦途。有种信念，有种结果叫永远，有种责任，有种力量叫承担。汇聚江河，心之水云间，笑看风雨，回望来时路。任时光都转，转身却美丽了岁月。人物换心意，却移不了我的誓言。披星戴月，峥嵘了岁月。几度春秋，江河换新颜。让满腔热血的努力得到真心鼓励，让热血沸腾的生命换回一个奇迹。海誓天风不改初衷，沧海横流才是英雄。